在搭飞机。好久没出去玩了，那个中标实在太累了。态度，不要跟人家说你冲动。原本以为自己是天选之人，然后都没中，结果一中快死掉了，搞了快一个月。是三层遗址啊，完全两个不一样。不然，我是真的有这个地方吗？有啊，有。十三行博物馆是在那个，在观音山那边。我们是要去十三层遗址，好吗？我有去过吗？你清醒一点，好吗？好想爬上去哦，可是应该很那边应该没办法走到里面去。好冷，好多人。前面那边有厕所。之前没有吗？之前有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后来就变厕所。哦，那这样子这里很适合车泊。这里离题。对啦，好冷，赶快讲。还不到六点你就饿了。对啊，那出来玩是很耗体力。哎，筷子在后面了。挂在。嗯。我的松露面好吃吗？嗯。我才吃了一口。刚刚我看到九妹的，他最近出新的联名的那个便当啊，还有米饭团，是很高级吗？比较贵，就是被骂得很惨这样子。这边其实也不错，啊，之前吴康仁好像有在那边拍过戏，对，那什么戏？钓鱼？钓鱼不是啊，那个什么善。二，就一个哦，那部很有名。对对对对对。车泊在马岗哨所，这里早上应该是无敌海景，夜晚的月光亮到还能看到下方很特别的地质还有潮间带，远远的还有山雕角的灯塔照耀。是这个。
上我没有看到海巡人员在楼上，但到了早上这里则变成一间咖啡店。会出海了，中当了吧？是你们钓鱼的？哦，像哦，我以为是你们来拍日出的。没有，钓鱼的。哦，起床，起床了。你看来太阳会出来了。谢谢，新买的浴巾好短哦，这么短。对啊，爸爸出来，好漂亮。这里的厕所很干净，晚上也有开放。如果来这里暂住一个晚上，请记得珍惜使用，保持环境的干净。大家来这边钓哦，这车很满哎。那我可以停这啊，停这个边边呢。潮间带里的这条小路蜿蜒在水面上，看着好疗愈。很像在冲绳哦，海女哦，海女的感觉。渔村农妇，渔民哦。这个是所长茶叶蛋。是啊。好吃哎，对吧？我手掌台蛋吃起来味道真的比较入味。嗯。这样能加热一点沾，那已经很好吃了。Thank you.
会滑，走过来要小心。有一只鱼死在路上，干嘛放在海里？好像是河豚诶、欸。河豚。对啊。刚阿北在问你的车车。啊，问什么？我说太小，他问我们好不好开。我说阿北的奔驰比较好开。是哦。开 BMW 的，他不知道是奔驰还是什么，阿北的车比较好开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养什么？没有东西啊。这下面是瓷砖诶。回来啦！玩什么游戏？就是可能我从这边出发，啊，你从那边出发，谁先到这边谁就赢。可是你如果退输了，你就要跳下去，然后再重新绕回来，然后再输。你现在要玩这个游戏？我没有要玩了，我没有要玩。看到鱼。啊？躲起来了啦。哎、欸，那个一颗一颗的那个是什么？像水哦，一包一百那个、哦，小酒量啊，哎呐，小酒量啊，好多、哦。直接超级靠海，这边，哎、欸，开下去哟、哦。这边怎么把它浮出来吧？冻饭里面有山药泥、鲑鱼卵跟甘露煮九孔，那一共有四种冻饭，都会附汤跟小菜。对，另外加180元可以升级套餐，有甜点跟饮料。那这边是冷物单点，这里是烤物类。那猪肉条现在缺货中，这个没有。那单品的部分，我们九孔好在这里。好，那有两种做法，一份的话都是5到7颗，看大小颗。再来是私房菜，上面有红点的，今天才有。这边是特色小点，这里是活海鲜，后面是海鱼。那鱼我们一共有3种做法，蒸、烤跟做鱼汤。有想要吃鱼，我们可以来帮你做推荐。这个好像是他们的招牌啦，所以我们点一个这个。它那个海葡萄其实是类似他们的藻类的植物，就是水生植物，啊、很小颗，很像鱼卵，不是真的葡萄，就很像。很像鱼卵那样子，小颗，很小颗。拌饭没有吃过吗？拌饭，这个没有吃过，这个当里面的没有吃过，冷的，这应该是冷的吧？拌一拌。有，中间奶油，不用，下去，下去，你试试看，后来科普了一下海葡萄，
这很像绿色粉圆的东西，不止口感特别，它还是超营养的食物，也是优质蛋白的来源。咬下去有点像跳跳糖的感觉，还带着海产中特有的鲜味与清爽。如果搭配生鱼片来吃的话，应该超赞。我问一下，那个是干什么的？那个是邻居的，那个不是我们的范围。那这个现在还有在养吗？有啊，这是养九孔。对，它就是九孔池。哦，对。下午茶，看我们有什么。你把水卸了，这里现在就擦一下。北海岸台二线来走过的人都知道它的美，开在这条路上会很想放慢车速，欣赏沿途各种山景、海景还有奇岩。特别是在晴朗的日子里，大海和天空的蓝交织在一起，这是一条有着神奇魔法让人忘忧的海岸线。